喂，妈，朱姐回来了，安全了，你放心吧。你要是不放心，我让她跟你视频说。阿姨放心吧，没事了。呀，老公哥跑得还挺快。剁了你，我爱你。妈，我晚点跟你说，我先挂了啊。朱姐，我去趟我妈那啊，早点回来。好。弄家事。得知同楼层李希行的爸爸位居金融界高管，以权欺人，猥亵性侵女职员。什么情况？说来听听。感觉很劲爆啊！李奇行以前住我寝室隔壁眼高于顶的那个，不是说他爸是我们前辈吗？上海已经传开了，李奇行脸皮薄，已经辞职。都闹到辞职了，他不是读了 MBA 之后靠关系拿到 offer 吗？有个这样的猥琐老爹，他也是要脸的。具体说来听听啊。自己查吧，同学家的八卦我不好意思贴。李吉行的爸爸叫李勋。例行汇报，第二波攻击开始。我不求你们的帮助，只求你们别退群。只要你们在，就是对我的莫大支持。也希望你们保护好自己，别冲动冒进。谁都经历过这种无尽的担忧，都理解。妈，粽子放冰箱啊！哦，好，陶爷爷看啊，这个是龙头鱼，你看它都是没刺儿的。肉质也特别的鲜嫩，您牙齿啊肯定对付得了。我吃过几回，有红烧，还有椒盐，还有煮豆腐汤的，好东西，不贵但好吃。就是不能冰冻，要想吃到新鲜的，那就得到海边去吃。哦，老爷爷博闻强记，我们吃的就是红烧的，一连叫了两大盆，连盆底都差点舔干净。其实这个龙头鱼啊，它新鲜的时候嘴巴是闭着的，像泥鳅；死了不新鲜的时候，它才像龙头呢。是这样的呀。你比我仔细。我深入采成了。其实啊，我是跟我们楼层的朱姐和 Lucy 去的。朱姐说这龙头鱼洗干净了，可以放在冷藏里，明天得吃。啊，放冷藏啊，冷藏，好好。可以，这儿。啾啾啾啾！这个是小鳗鱼小，我听说呢，它是清蒸的好吃，但如果跟五花肉一起红烧，味道会更好吃，而且您牙齿啊也对付得了。妈，这个得放冷冻，冷冻几个不一样。哦哦哦，冷冻。好记性啊！冷冻。我们呀，
轻轻说话，别让你爸爸听见。行，你坐着，我看着他。好。哎呀，阿初啊，我很高兴你能经常到我这儿来。你一来呀，我们这家就热闹。就像今天你出去玩，还惦记着我，我好开心呐。那是因为您好，妈妈自从来到您这儿工作啊，一张脸上的黑斑都快褪没了，这说明啊，她工作开心，心里开心，身体就更好了，我更开心，而且这心里特踏实。我们就不用写来写去了。阿初啊，你告诉我，今天你带来的海鲜花了不少钱吧？来。自己拿，我可不能花你的钱。不要，陶爷爷，您看我每次来都是打着跟妈妈的旗要蹭饭的，您都没收过我钱呢，我怎么好意思收您的钱？哎，再说了，我那是出去玩给您带回来的小礼物，哪有人家送您礼物您还给钱的道理？没这道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老头子啊也喜欢热闹新鲜。我真的希望你以后来的时候啊，多给我带一些好玩的好吃的过来。就像上次你来的时候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奶茶，还有烤串儿，哦，还有那个巧克力展的巧克力。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你张这个口啊，就怕你不肯收我的钱，让你吃亏。你要是肯收我的钱呀，那以后你来的时候，就多给我带一些好玩的好吃的，给我，我呀，一万分的感激你。行，爷爷。那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啊，这一大袋子的海鲜呢，大多数都是物美价廉的，就那只呛蟹稍微贵了一点，也就170-180，这样我拿您200，多拿的部分呢，等下次来的时候我再带别的好玩的来给你，行吗？好。哎，我也想拜托您一个事儿。嗯，说。我妈这个人啊，是个烂好人，就是脑子缺根筋。我呢，强行截断了她跟家里的联系。嗯。她记不得我爸经常换来换去的手机号，却更记不得其他亲戚的。所以她要是想跟家里联络，就只能通过我。嗯。但是我爸有个万一，万一我妈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联络上我爸了，我就想请您帮我盯着点儿。如果真有那一天，请您千万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爸我妈头脑一热打包行李回老家又掉粪坑去了。我知道了，小小年纪也不容易啊。那您就帮我大忙了。我呢，就希望妈妈活得能有点人样。来，吃糖。妈，爸今天给我来电话了，说话声音中气十足，可见他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外婆家那边呢，我也打了电话，都挺好。就是出门啊，碰见爷爷奶奶在晒太阳，斗了几句嘴。但外婆说，她这次斗嘴斗得挺解气的，可算是你争了一回气，没被爸捏在手里，让外婆腰杆子都硬了。哎呦呦，我说怎么你们一个个的都巴不得我离婚呢啊？外婆也劝你离婚啊？对呀，我就说外婆绝不该这么低，放任女儿让我爸糟践，出轨、家暴、
剥夺你身上每一分钱，榨干你的血汗。我再度警告你，你要是敢背着我偷偷联系爸，甚至偷偷回家去，你前脚做，我后脚就申请技术移民，远远的出国，再也不回来。你就是打官司，你也找不到我，你就当我死了。哎，你别胡说。快快快快，摸摸木头，呸呸呸。那我的威胁你应不应？啊啊啊！你怎么熬得不情不愿的呀？你别让我替你担心。你别以为我每天嘻嘻哈哈，好像活得很自在，我很累的。我要打两份工，下周七天里我要上午夜一天的舞蹈课，很辛苦的。嗯，你看啊，就像这个拉的已经有些泛白的橡皮筋儿，你不能出状况，你一出状况，我忙不过来，就只会像这根橡皮筋一样。哎，你在干什么？死路一条。哎呦呦，你这……啊，好好好，妈答应你，妈答应你啊。哎呀，你看你这疼不疼啊？啊，没弹着。哎呀！新瑶，2018年调入礼训部门，10月21日报警告礼训性骚扰，11月26日被公司开除。时常陪同礼训出差，礼训借职务之便进行性骚扰。刘美静，2015年10月上海出差过程中，徐宁进入我房间进行性骚扰。11月25日报警。新生机会去我房间进行。王一涵、宋婷、柯韵。我不想去上班。你们两个体力也太好了吧，被你们俩溜的我现在腿肚子还酸呢。欺负的就是你腿酸。我已经用完洗手间了，没人跟我抢。侯侯，我看你没有犯周易综合症啊。哪有，我这想到公司一伙一团的乱事儿，我现在都想请假了。陶教授，啊，陶教授，我找您有事儿。你等我通知。五分钟之后，你小组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哦，好。好，好，没问题。好，那行，那就先这样。好，嗯。你两个组员呢？哦，他们今天早上有课。哦，怎么样？这两天是不是一直在忐忑和兴奋的这两种情绪夹击之下？是啊，如果能够进一步证实的话，那就等于推翻一个过去3年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发病机理。那我们这一个大楼就得有不下10个人想要揍死我。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推翻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更快一步走上正确的道路，及早的发现真正的发病机理，我都有些不敢想象了。这什么不敢想象的？你总不能为了混一个好人缘，你坚持错误？是这样啊，我这两天把你的这个试验程序又重新的推敲了一下，
我发现有两个地方的设计可能是一不小心就会干扰到你这个试验结果。你过来看一下。哦，陶教授，我们试剂没了，脱皮吧。你自掏腰包买试剂，全楼上楼下都传开了，好不好？有你这么炫富的吗？没有。我那个是借款给我们小组的经费池，等以后经费充足了得还。我这人向来抠门，真的，我保证。行了，你回头你找小沙借我的试剂用吧，然后尽快的复制实验。是借啊，你要还的啊，我也很抠的。然后等你的试验时间确定了之后呢，你通知我到场。那你过来看一下。嗯，一处是这儿。干嘛呢？又搁这运气呢？等陶教授呢？那你敲门去。叶伯在里面呢，现在他可是大红人儿，什么事都是他优先。你说谁在里边？叶伯。啊。人家找陶教授呢，一定是学术问题。你呢，八九不离十，是不是为了博士后公寓的名额呀？想找陶教授给你插个队，弄一道。哎呀，你换谁都明白，谁先谁后。是啊，穷人遭嫌弃嘛。你。穷人，哎呀，孙琴也想要博硕公寓的名额，准备找陶教授插手要一套了。他什么意思啊？他工资比我高，他抢项目的战斗力每年都是谁与争锋，他削尖头皮抢的。都是财助项目，谭先生也是稳稳的两万多一个月，他俩完全能够花点钱在外面好好的租套房子，就他那实力，都够买一套房了，他怎么好意思跟我们穷人抢博士后公寓？说真的，我觉得你得有点心理准备。我老婆怀孕了，我总不能让她住在跟别人拼租的房子里生孩子吧？那没办法，你只能自救啊。早上好。哎，这网上现在都在躲宋丽今天会不会来找张主编吵架。他要是不敢来的话呢，就表明了欺软怕硬、人品差，只敢欺负你新人，不敢跟真管事的叫板。哎，你觉得宋丽今天会不会来呀？我只希望别被轰成渣就谢天谢地。对呀，你今天就应该请病假的。安敏宏，过来。关门。反转帖谁写的？微博，你没看吗？你说话呀，怎么回事？何敏宏，你挺厉害呀，反转了。现在大家都说我跟宋丽合起伙来欺负你个菜鸟。我欺负过你吗？
何敏红，你说从进公司之后我欺负过你吗？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杨总，你也看了？不是，我现在马上上去跟您解释。才一会儿时间，就有好多作者打电话来问，过去他们拖欠稿费是不是主编干的好事儿，都说要个说法呢，还说要不到说法的话，他们就联合起来也拖，拖创意，拖会期，总之是各种非暴力不合作。哎，对了对了，还说要联合起来跟公司打官司呢。你好好看看，就这些人，你说是哪个？我觉得在微博上发布阴你们文章的应该是他。你看他蹦跶的多欢。李奇行，你最好关注一下昨晚开始爆发的有关你爸爸的议论。感觉挺劲爆啊。绝了绝了，我可听说那个李奇行在上海他骚扰女同事辞职了。我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真是叹为观止。哎，受害者清单都爆出来了，你们自己看吧。这么多女孩，他爸真不是个东西。扎一家子，不知道那些女孩现在怎么样了。说就别出门了，我跟你说。人渣，人渣，人渣，人渣。Lucy， 十分钟之后开会啊。嗯，好。别迟到。不会。嘿，可以呀，你可是第一个被冯立又反复邀请的女性啊。那我还得感谢他呗。不过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邀请一下 Amy。 我看了上周的数据，她签的那些品牌无论是在销量、回头率、综合评分都是最高，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听听她的意见。是吗？嗯。哎，那第二个、第三个是谁啊？第二个是男性，他签的就是一些经典低调的欧洲老鞋品牌，像那些百年瓷器啊，都可以在他的店里找到。哦。然后第三位也是一个女性，她签的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半保食品。我本来以为这些没什么市场，但是没想到，非常非常的火爆。我真的是太小看这些女性的购买力，而且这些品牌。粘滞力特别特别强，大家闲的没事儿就去店里看看有没有上新。哎，你不会说的是丁玲玲吧？嗯，她每天穿的那什么波西米亚风，
就能跟只活火鸡似的，人也活得跟做梦一样。你说你，你跟冯立佑，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我怎么能跟他一样？你们根本就看不到女性在工作能力上的闪光点。嗯，走吧，开会。走吧。哎，你分析那种数据干什么呀？我可没想抢你饭碗。嘿，干嘛呢？你这是干嘛呢？我只是奇怪，连我都没有分析到这一层，你怎么先分析上了？来晚的中午饭有着落了。哎，阿玲只要一出差回来，肯定得找路子。钩子太直啊，我都不好意思咬你的钩。我是需要向投资人讲故事，我之前把我们需要接触的投资人的履历都理了一遍，80%都是文科生，所以你给他们一堆数据，谁看呀？让他们自己去建模。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数据结合在故事里面，就像我刚刚跟你说那三位，是不是心里多了？但是我们该建模还是得建模，能让这些文科生闭嘴的只有数学。数学我承包了，镇压他们一下，然后 Lucy 再给他们讲一个漂亮的故事，让他们还魂，他们就会觉得特别高级。这要文武双全啊，咱做销售的玩的可不就是一个心理学吗？别玩线了呀，让金主爸爸回头笑话咱们。咋可能啊？我们是生手，他们是熟手，与其和他们旗鼓相当，令他们时刻提着公事公办的心，不如我们适当的出点纰漏，这样他们就会觉得亲切放松。好极了，你掌握分寸。来吧，各位大神，开会吧。开会，开会，请看大屏幕。你把我交给你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这份工作暂时你交给别人，接下来日以继夜的来干这篇论文。我想不仅仅你一个人想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抢到别人之前。那实验室排队招物零三催试剂，这个还得请陶教授帮忙，我这个新人吃不开。我立刻安排。那我把工作交给我隔壁办公室的于博士吧，他对我的工作比较熟悉，人也容易配合。于淼芬。行吧，那你立刻跟他办个移交，然后别占用太多时间。还有啊，就是你们这个小组啊，在经济上吃了亏。我以后我会想办法在其他方面给你们补偿，好吧？谢谢陶教授，我自己也就罢了，我那两个组员还得靠提成养活。哎呀，行了行了，就走吧。那我走了。走吧，你忙吧。啊。进。于博有空吗？好，别忙。呀，我们奉旨办的移交吧。你坐下说吧。好。喝水吗？啊，不喝了，一次性的水杯不环保。啊，是这样的，我呢有其他的事情要忙，我跟陶教授提了，把前阵子一项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交给你来做。不，陶教授给你的福利。你给我，够哥们儿吧？够，这太够了。这里面呢是一个定程表啊，这个，然后还有一个计划表，还有一些啰里吧嗦复印出来的我们必须要提交的材料啊。其他的我还在改写或者要论证的部分，我一会儿发到你的邮箱里。你等于是把你前一阵子的心血都给我了。你领情就行了。领情领情，必须领情。好，那你有不清楚的地方你给我发微信好吧，我去闭关去了。行行行，你忙你忙。好。说呢，你原本对着叶真真虎视眈眈，一听说人家是土豪，一
马翻出笑脸巴结上去？原来你图的是人家大款手缝里漏下来的小钱呢。我你这张嘴啊，咱是同事吗？咱可不能栽赃诬陷啊。我栽赃诬陷吗？你敢不敢在叶真真面前摆事实讲道理？你告诉他你是如何联合我试图抓到桃色北门的。孙瑾，过分了啊！你不就是想凭你老资格跟那些刚入门的那些博士后抢公寓吗？啊，差点去孕妇妈妈们的队，你没有得逞，很正常啊。干嘛把气撒在我身上？诬陷我？诬陷我有意思吗？诬陷我能拿到公寓吗？我发现你真的是，你有这个功夫，你不如动点脑子，你去抢副高的职位去。副高比这个待遇好多了。胡说八道！胡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闭嘴！都没事干是吧？啊？大家都留点体面，孙瑾回去。叶伯，叶伯。叶伯，哎呦，有何贵干啊？没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啊。哦哦，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哎呦，我就是来问问那个申请的截止日期。陶教授说是啊，年底前。哦，年底前啊，年底前。那个。怎么回事啊？孙瑾呢？他想插队这个博士后的公寓，他没成，那心情不好。然后他知道我呢从你这儿捡了个基金的肥缺，他有股平衡，所以他就栽赃陷害，栽赃陷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千万别信啊，完全没有那么回事儿。什么事儿啊？哦，这没事儿，都是谣言，都是谣言。啊，叶伯，哎，你的快递我顺手给你拿过来了。哎呀，谢谢啊。啊，不客气。谢谢谢谢。啊，我在网上买了一些速冻食品，有蒸饺，还有汤圆什么的。哇，买了这么多！宵夜的时候可以吃，方便又营养。哇，真周到周到。好嘞好嘞。哦，嗨，苏东，哦对，谢谢，没事，来，带我来，加油啊！来，都给我，都给我，啊，给我吧。哎呀，满当，谢谢你啊，耽误你的时间了。哎呀，不耽误，这徐少知道。你先忙，好。阿楚啊，当初要不是你提醒我找 David 在同事面前秀秀恩爱，不知得被别有用心的传成什么样了，好险啊！想不到啊，高知的头脑里也是一堆草莽。常识，女生上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项就是别被传绯闻。爱你。来。看一下微博。哎，厉害了啊！这王熙凤拖欠丫鬟们的月钱，原来是把这钱拿去放印子钱了。印子钱，就是高利贷吗？哎，这好比说这《红楼梦》里面的凤姐拿了府上的钱去放高利贷，得了利以后揣自己口袋，这标准的假公济私啊！那就可以坐实了，咱们公司欠做什么的稿费？难道是？嘘。
工作，散散散。看到各位大神针对这篇微博产生了如此多的争论，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吃瓜群众啊，本人感觉有必要为了正义来自主公，同时呢手动加个狗头为这篇微博的作者护个体。哎呀，其实各位啊不用迷茫，最近这个郑雅的事儿啊很好理解，究其本质就是一本微型的《红楼梦》。你们见过怡红院按时发过工资吗？如此描述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吧。试想啊，宁国府和荣国府里的大管家凤姐为什么要拖欠丫鬟们的工资啊？拖欠的工资又用来做了什么？咱们再试想，凤姐是单打独斗的吗？她的小厮来往每天又在忙碌着什么呢？问完这几个问题，好玩的新问题又来了，谁是凤姐？帮凤姐跑腿的来往又是谁？谁又是那些被拖欠工资的丫鬟们？哎呀，郑雅的事情啊，请大家对号入座吧。当然了，故事可以虚构，现实不能假设。如果有大神不理解，欢迎对在下批评指正，甚至谩骂也可。面对您的批评和谩骂，在下一定会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杨总，不等人了，他们一来就去会议室了，赶紧通知所有的中层，会议室开会。好，小浩，哎，会议室开会。好的。好，大家把手头工作先停一下啊！下面我点四个人，一会儿去会议室开会。李明、孟佳、姚新奇、王亮，你们四个啊，留下来继续配合调查，其余人照常下班。啊，你在家呀？啊，你们领导没为难你吧？啊，朱姐，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等着要么领导开除，要么就给我记个处分、扣奖金什么的。上班路上我还在背这个劳动合同法，想要为自己争取点权益，可没想到事情反转了。啊。刚上班那会儿，大大小小的领导都瞪我一眼，这眼神里就三个字：闯祸呸。当时呢，他们也没时间搭理我，都去安抚作者了。我当时那个煎熬呀，可到中午的时候，就有人在网上放了一段《红楼梦》的情节。这个文章里呢，就写我们领导长期拖延合同支付款，把这笔钱拿去理财了，理财的收益呢就私分了。你看吧，这事情闹大了，总公司来查账，现在没有人瞪我了。我就这么全虚全倚平平安安下班了，还能这样啊？这不成乌案了？签字的总经理、经手的会计，还有直接面对客户的经理，全都别跑。难怪你们主编拖欠支付做得这么积极。哎呦，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就说我们领导只手遮天，克扣我们提成，没想到这张倩也参与了。朱姐，你说他们会被开除吗？你现在还有心思担心领导们会不会被开除？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会被开除啊？当然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了了，这错误的始作俑者又不是我，是总经理他们。我只是一个阴差阳错差点被他们灭了口的倒霉蛋。再说了，要不是我的话，他们干的那些勾当怎么可能会被爆出来？这个事情不需要明眼人，像我这种菜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吧，领导们都不喜欢麻烦制造者。朱姐，你是说我是麻烦街？
是不是于飞雪的事情让你觉得我是麻烦精啊？在你印象里，我有那么小心眼儿，至今还在计较过去了的事儿。再说那也不算什么事儿啊，我当时不会计较，现在更不可能念念不忘的记着呀。嗯嗯，不是。嗯，祝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好啦，没事儿，可能是我文化程度不高，表述不当，害得你误会了。这么说吧，我只是仗着自己做酒店小领导得来的见识，站在你们领导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当然，我是局外人，很多细节呢我也不了解，而且我的专业是打扫卫生和提供客房服务，不懂你们文化人。所以很大可能我的视角跟判断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你更应该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呀。嗯。我们公司的员工呢都在议论，说这第一篇反转文章呢，应该是公司员工看不惯张倩的行为见义勇为写的。这第二篇文章的内容呢，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员工能接触到的。应该是中层领导见局势有利，想要推翻总经理写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来接替总经理和张倩位置人也是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他们不说感谢我吧，但最起码不会反感我呀。毕竟我也是阴差阳错帮了他们的人，你说是吧，祝姐？也对。所以分析一件事情一定要放到大环境考虑。嗯，这下我放心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